来，我们比赛马上开始。来加油一下，加油，周瑞。杨壮面对唐日辉，面对唐日辉，三分球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每次这样子你就投。哎，这个心理素质啊，两次，没关系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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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篮板一次。三罚一中，我们赚了。哎，打一个战术，打个战术。周瑞，挡拆，挡拆，挡拆。哎，这没关系，他只会投进一个，最多一个两个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杨正聊内线，李志锦，唐日辉面对杨正，哎，我加罚一次，追篮板一次。依然是李志锦。好的，刘星两分命中。很好很好，换人换人。小树，你换一下那个，你换梦行，你换梦行。梦阳换一会儿，龙骑士请求换人，龙骑士换上著名阵，给到杨正，协防协防，小猪协防，造成犯规，再捂他捂他捂他，他心理素质不行，两次。一罚不中，嗯。JTeam 请求换人 ，JTeam 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阵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是小事，没关系。换人换人，龙骑士也请求换人。小唐漂亮，张宁给到这边一侧，延续抢到篮板，阿强延续，给了叶文浩，那边那边到篮板，这怎么像蒙头场？延续，张宁，
防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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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守。谁 team 拿下两分？换人，换人。你先上，你先上。红红也下来，红也回。你防祝家荣，你防祝家荣。命中。建宁。J team 请求换人，你防张宁，你防张宁。好，上了，上了，没事，他打不了，他打不了。张宁，拉出去干他。马潇齐。对，贴近他，别让他投，让他过点。单吃张宁。快打，快打，快打！压去里面。过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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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篮。敌人这边，祝家荣，祝家荣，右侧给到铁牛，换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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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哎、抢断成功，张宁，哎，我一直以为张宁是个射手，然后就我没想到他在篮下冲击也挺大的。就那时候他把我顶硬顶开还上篮上进。杨哲给到张宁，背帮，换，还给到张宁，拉开拉开，张宁选择长投两分。就是我今天的状态完全就很迷茫，我上场就迷茫，我就是一直在介意我不能再禁区，怎么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，就没能专心比赛。JT 请求换人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换他，你先换他。中间招，杨浩哲防守，五，哇，漂亮！想吃内线，造成犯规。行，成功拿到篮板球，杨浩哲，我罚篮不中，然后我特生气，对，特别生气。造成犯规，一罚不中，两罚不中，
龙骑士请求换人，钟显昌给了杨正，换人换人换人，哦耶，哦，梦想直接抢断，打到祝明镇交还，梦想外线杨浩哲，不错，哎，梦想投进两分。这 team 抢到篮板，强行出手，这边空位三分的机会。好的，一罚命中 ，OK， 两罚全中，外线的机会有没有？哎 ，three point， 好的，第二节结束，恭喜龙骑士反超48-42，领先 J Team 六分。这世界很酷。